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是时候要练好性感的身材来迎接夏天。黄志文这天穿上一身吊带连衣裙，和许佳杰一起出席活动。见到 Mandy 这么好的身材，就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。不过他就说，从小就觉得夏天还是要晒黑一点才有 feel 啊。我自己很喜欢夏天，其实我自己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喜欢去那个沙滩，去那个晒黑，晒黑的啊，故意的晒黑，晒得很黑很黑。但是现在日了韩以后就没有晒了那么黑。对啊，女生通常就是比较怕黑嘛，香港的女生。对对对，比较喜欢白的感觉。但是因为这一套剧，现在我拍的那个桂里王、对，就是是说她是一个从外国来的女生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黑黑的感觉都不。挺不错，有那种味道，对对，比较阳光的味道，所以不知道呢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然后你在里面就是有对比嘛，就是林诺怡他们就是比我黑多了，对，所以我不用害怕。但是就是你会不会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就去沙滩呢，去show一下那个 summer body 这样子？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应该会，因为我常常我跟我们的姊妹说，如果我们有时间去度假的话，应该去一些夏天的地方，因为可以穿那个泳装，对，可以拍很。他们好厉害的，十几套泳装带过去的。对，但是我一件都没有啊，知不知道？所以下一次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不会，一定带那个20套以上，准备好一点。由 Mandy 主演的剧集《三个女人一个音》已经播完。他在剧中精彩的演出让外界好评如潮， Mandy 也觉得很受鼓舞。最近 Mandy 又在开拍新剧，还和郑则仕等一众前辈合作。正所谓珠玉在前，方以英这个这么突出的角色，不知道会不会成为 Mandy 往后一丝无形的压力呢？其实他当然每一次都有压力，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压力，就是希望每一套剧都希望有一个突破。但是我现在拍的那个是比较一个贴地的一个角色，其实也当初也非常担心没有把它演好，但是我们当中的很多好的前辈，Kango 还有那个云仔，他们非常的好，因为比如说就是 Kango， 他下班了以后他会也会在场跟我说，有什么可以改正，有什么可以改善。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一套剧里面是最怎么说最大的得者。而凭着《爱回家》中送水会一角人气极深的佳杰，最近和大小姐龙丽莲这条感情线也很受观众欢迎。佳杰还说，早前为拍剧到处飞，吃了很多美食，所以最近也胖了不少，接下来要开始重新健身才行啊。在5月的时候，我就要不穿衣服了。那就拍广告。一个是公司的工作。公司的工作。对，就是要去沙滩，然后我们就要不穿衣服，感觉就很难受。现在因为就一整天也不能吃太多。对，因为之前我怕松低的时候，去英国还有菲律宾就吃太多。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，菲律宾的鸡。非常的好吃，还有就是他们的甜品，哇，我们就一整天都是在吃，然后现在回来的时候就发觉很多衣服我们都不穿，现在要还了，现在真的要还了，每一天只能够吃两餐左右，对，就现在你看我就是有一点成果，但是还有一大段距离。